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我 Lily 筍租推介时段啦。今日我一间君临天下、差唔多装修执漏好晒嘅三房露台沿海景连车位筍租之选，想同大家推介。记住登入我的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厚利，按订阅 Subscribe， 然后按钟仔，咁你就唔会错过每一集精彩嘅内容啦。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呢个三房露台远景租盘单位咧，佢系位于君临天下嘅二座高层 F 室，实用面积1053平方尺，一层系有6伙，而佢位置咧喺个边边位度，私隐度相对地比较高。唔讲咁多，一齐跟我入嚟睇睇啦。入到嚟，首先经过呢个光猛嘅玄关位，左边呢个咧就系厨房嘅位置，佢附设有 U 型嘅工作台位，收纳空间咧系非常之充裕噶。喺呢度望出去咧，可以睇到开阳嘅远景、市景，非常之舒服。而呢一个厨房咧，附设咗基本嘅家电，好似抽油烟机、明火煮食、电磁炉、雪柜、洗衣机都系一应俱全，而两个人煮饭都唔会有逼夹嘅情况。对面呢度咧就系工人套房嘅位置，未计浴室位咧都超过34平方尺，有冷气之余咧系有窗噶，里面仲有埋浴室添，非常之唔错啊！而呢一度咧放咗一个床架之余咧，亦都做咗一立深厚嘅吊柜，可用嘅空间咧真系非常之多噶，基本上咧亦都可以放多一个收纳柜都绝对冇问题噶。讲咗咁耐，带你哋出嚟睇睇呢个长型客厅啦。大概咧接近260平方尺，宽度分别11.7尺，深度系22.1尺。而喺呢个大露台望出去咧，可以睇到极环回嘅海员市景。喺呢度咧，由左至右你会睇到南巴勒海峡、九龙站上盖各个贵重物业、部分嘅狮子山景。望翻落去，亦都可以睇到极有层次而幽静嘅九龙站上盖公园景。景观是非常之立体、开扬，而且咧好好风啊！喺呢度咧，亦都可以同你心爱嘅家人或者挚友咧一齐啊，饮翻两杯，睇日落黄昏，都是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噶。讲翻入嚟客饭厅啊，楼底高度咧系介乎7.3至9尺，采光度是非常之唔错。而饭台位旁边咧，亦都做咗一立深厚嘅收纳柜，真系咧善用成间屋嘅空间啊！再者，同你哋睇睇近厅呢间房啦，都超过65平方尺，非常之市正咧。而窗台位亦都可以用得准，全间屋咧都系厅房同向，睇到嘅景观咧同样都系咁开扬嘅。而呢间房咧绝对容得落啊，一张双人床之余，仲可以做一立深厚嘅衣柜或者收纳柜，甚至书台都绝对冇问题噶。隔篱呢间房咧都接近成68平方尺，同样都系非常之阔落嘅。而君临天下三房单位其中一个好处咧，就系除咗房大厅大多窗之外咧，就系两间客房啊 size 都系差唔多，所以有两个小朋友嘅时候咧，都唔需要有争房嘅情况。隔篱呢个咧就系主人套房啦，未计浴室位咧都接近成160平方尺，可用嘅空间咧系非常之多，亦都系好阔落，极有空间感。而窗台位亦都可以加以善用。呢间房啊，如果你放咗张双人床咧，仲可以俾你做到极阔落嘅三边落床效果，亦都可以做一立深厚嘅衣柜咧，亦都有好多空位整，甚至你想放埋书台或者梳妆台都绝对冇问题。而呢间房另一大卖点咧，就系有个气窗位啦，唔开冷气嘅时候开咗佢，亦都好扯风。浴室保养非常之新净，附设咗淋浴同埋浸浴设备之余咧，同样都系有窗噶。而走廊旁边咧，亦都有多一个客厅嘅位置，同样都系 keep 得好新净，有窗之余咧，附设咗淋浴嘅设备。呢种房大厅大，非常之多窗、方正、光猛嘅优质三房露台远景租盘单位，仲要咧连埋一个车位租俾你，绝对系市场嘅抢手货啊！有兴趣嘅话，欢迎随时联络我 Lily 约睇啦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尖沙咀九龙站附近一带嘅优质租盘、筍盘嘅话，欢迎订阅我嘅 YouTube 频道 Lily Chum 沈厚利筍厚利。多谢你哋嘅支持，我哋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